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学一首中文歌，中文歌。我们会继续学孤勇者，孤勇者。Today is part two.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那在上一个视频里，我们说了孤勇者的第一部分。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 So you can watch the previous video that cover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ong. 好，那现在我们会来说一下这首歌的最后一部分。好，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们会复习生词，最后我会读一遍没有拼音。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会说一下歌词里每一句话的意思。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好，去吗？他在问问题。去吗？是去还是不去？配吗？配还是不配？配。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配，配。这条裤子和这件上衣的颜色很配。这条裤子和这件上衣的颜色很配。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好，那这褴褛的披风，褴褛，褴褛就是很破旧，很破旧的披风。好，我们来看一下披风，这个就是一个披风。好，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好，我们来看一下，站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站还是不站。站啊，就是他回答说站。好，站啊，以最卑微的梦。好，以就是用的意思，用最卑微。好，我们来看一下卑微，卑微。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卑微，卑微。在大海面前，人是弱小卑微的。在大海面前，人是弱小卑微的。好，弱小，弱小就是 weak。卑微。好，那我们用是，我们就会用的。在大海面前，人是弱小卑微的。站吗？站啊，
以最卑微的梦，至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至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至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至，至就是跟谁说的意思。好，至那黑夜中呜咽，黑夜中的呜咽。好，那呜咽是很轻的，很小声的呜咽。雨就是和的意思。好，和怒吼。好，那怒吼，怒就是生气的意思。好，吼就是很大声的叫。好，所以呜咽与怒吼，至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才就是 only。好，英雄就是 hero。It looks like a question， 看着像一个问题，但是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就是说，没有站在光里的，也许也是英雄。好，那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要戒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戒。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戒。为了健康，他必须要戒烟戒酒。为了健康，他必须要戒烟戒酒。好，必须就是 should, must。好，必须要戒烟。好，戒就是不要再做什么。好，不会再抽烟，不会再喝酒。好，为了健康，他必须要戒烟戒酒。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好，戒了你的狂，狂就是疯狂的意思。好，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就像擦掉了污垢。就像擦掉了污垢。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像擦掉。好，我们来看一下擦掉。擦掉。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擦掉。他把脸上的汗水擦掉，继续工作。他把脸上的汗水擦掉，继续工作。好，那我们说擦掉汗水，擦掉汗水，或者我们可以说把汗水擦掉。把汗水擦掉。好，他把脸上的汗水擦掉，继续工作。好，继续就是 continue， 继续工作。就像擦掉了污垢。好，那污垢就是脏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好，我们可以说擦掉污垢，我们也可以说把污垢擦掉。好，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说要顺台阶，那这个就是台阶，顺台阶就是 follow the stairs。 好，那顺台阶而上，上台阶。好，这个是上台阶，这个是下台阶。
好，那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而代价是低头。而代价是低头。好，那在这里呢，这个而就是但是的意思，可是，可是代价是低头。好，我们来看一下代价，代价。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代价，代价，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了，我要再考虑一下。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了，我要再考虑一下。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那就让我不可乘风。那就让我不可乘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就让我不可，这个可就是可以的意思，不可以乘风。好，那这个乘在这里呢是 to take 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乘车， to take a bus， 乘车。好，那乘风，好，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一样骄傲着。好，骄傲，骄傲就是 proud。好，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好，孤就是孤独的意思 ，lonely。勇就是 brave。好，那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好，我们来看一下，谁说对弈？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弈，对弈。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对弈，对弈。好，那对弈呢，就是下棋的意思。好，他们在下棋。对弈，对弈。好，爷爷喜欢午觉后去公园和棋友对弈。爷爷喜欢午觉后去公园和棋友对弈。好，棋友就是下棋的朋友。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好，那这个对弈呢是下棋的意思 ，play chess。但是在这里呢，对弈就是 to fight 或者 to face。好，那谁说对弈平凡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凡。平凡，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平凡，平凡，我们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我们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对弈平凡的也有可能是英雄。好，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斑驳与众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斑驳，好，斑驳与众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好，那与就是和的意思，众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人，就是很多人的意思。好，与很多人不同，不一样。好，那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你的沉默震耳欲聋。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沉默。好，沉默就是不说话，
没有声音。好，你的沉默震耳欲聋。好，我们来看一下震耳欲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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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雷声震耳欲聋。刚才的雷声震耳欲聋。好，那震耳欲聋就是声音非常大的意思。好，这个聋就是听不见了。震的耳朵都快要，这个欲就是快要的意思，快要听不见了，就是声音太大的意思。好，那震耳欲聋。刚才的雷声震耳欲聋。你的沉默震耳欲聋。好，虽然你不说话，但是这个力量震耳欲聋。爱你来自于蛮荒。爱你来自于蛮荒。爱你来自于蛮荒。好，我们来看一下。爱你来自于。好，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来自于。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自于。来自于。他来自于中国北京。他来自于中国北京。好，那这个来自于，这个于就是 from, 从的意思。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一生不借谁的光。一生不借谁的光。好，那这个一生不借就是借用的意思，包容借。好，不借谁的光就是谁的光都不借。你将造你的城邦。你将造你的城邦。你将造你的城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将，将就是将要的意思，会。好，那你将造你的城邦，造就是 build, 造。你的城邦，城邦就是城市的意思。好，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在废墟之上。在废墟之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废墟，废墟。之就是的的意思，上。在废墟的上面。好，在废墟之上。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孤勇者，孤勇者。配，配。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卑微，卑微。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借，借。他们说要借了你的狂。他们说要借了你的狂。擦掉，擦掉。就像擦掉了污垢，就像擦掉了污垢。代价，代价，而代价是低头，而代价是低头。对弈，对弈。平凡，平凡。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斑驳与众不同。震耳欲聋，震耳欲聋。你的沉默震耳欲聋，你的沉默震耳欲聋。来自于，来自于。爱你来自于蛮荒。爱你
来自于蛮荒。好，那现在我来读一下没有拼音。孤勇者，第二部分。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站吗？站啊，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乌烟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好，那这个就是《孤勇者》这首歌，希望你喜欢。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e transcript of this video is available in our membership area. 好，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再见。